口号了，没有听太清楚，我给你们三二一口令重来一次好不好？张艺兴、大家好，我是孤注一掷的导演张傲、大家好，我是孤注一掷的演员孙杨、欢迎三位来到成都跟大家见面、刚刚看电影的时候，相信大家都被这种电影的那种真实感所打动，就好像我们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当中走了一遭嘛。所以看完之后你们喜欢吗？电影喜欢，多替我们宣传做支持啊、我们先请两位主演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吧，因为在这个路演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问了很多观众关于他们是否有真的提高反诈意识这件事，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在出演完了这部电影之后，自己有提高到反诈意识吗？我跟你先说，我刚说过一次，没问题，肯定必须要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很多内幕消息，对吧？就是整个背后的流程 SOP 你都看到了，当然它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大概1000万分之1，但是已经很多了，对，因为真实的东西可能我没有办法放在大荧幕上面让大家看到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警示，然后你可能自己也会长个心眼，就是不要那么轻易去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人或者是信息这样子。那艺兴就之前有接到过类似这样的诈骗电话，然后我一般不接电话，所以怎样都不会骗到你的。对，所以在看完了。但是我小时候啊，因为打游戏的时候，曾经接过一个那个，说我中奖了，中了一个这个神兽，以为真的是真的，还特别开心。是吗？我后来他有提供太多资料，我没有嘛，所以就对，所以就防骗了哈。对，导演呢？导演在为这个戏做了很多真实的大量的功课之后，你有没有自己的意识有一个新的升？还是被骗了，比较蠢。不卸下了，还是就是永远有自己没有考虑到的角落被他抓住，心里的弱势。所以现实的这个诈骗犯其实真的就是会根据人性来去设计很多剧本，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会上当受骗，所以一定要提高反诈意识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了这么多好朋友啊来跟我们见面，那所以也想听听大家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。